9:31。那我们现在想要先开始新手教学。每一次大松的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新手教学，因为每次都有蛮多的新参者。那我们可以麻烦这一次新参者，就第一次来 GDV 大松的人举个手好吗？太感动了。好，我是子豪，我是今天那个新手教学的主持人。那大家如果等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是想要我再讲一次的话，就直接打断我没关系。WiFi 在最上面 ，WiFi 的密码是 event at clab， 还是小老鼠 clab event 都是小写这样子。Are there anyone who doesn't speak Mandarin？ No？ OK， good。那我们就今天就以台湾华语进行教学。好，欢迎光临，这次是第34次的再开放空总黑客松，这是这个那个纠松团成员指定的断句方法。那这次呢会在空总举办黑客松，就是谢谢 C-Life 的邀请。好，大松一天要干嘛呢？就由这边所讲，一开始我们就会有提案的程序，等一下这个结束之后就会有提案。然后呢，提案完了之后就开始分组开工啊，就是你会找到你自己想要去帮忙的提案，去找分组聊天，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那同时也可以吃东西，吃东西的话，在这一侧的这个叫什么窗帘吗的另外一边。那那个交通团的朋友们，就成员们也请我提醒大家说，不要把这个窗帘拉开来，因为那个窗帘底下有很多的线，因为这是我们请的专业厂商在。场地布线，所以大家请小心地板上的线。那窗帘不要拉开，就请大家同意走后面那个门。OK， 好。然后呢，下午3点会有一连串的短讲。那最后呢是成果报告。所以今天大松一天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整个活动大概会在6点左右结束。那如果可以的话，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留到最后，因为有可能会有 GDV 的老人们、老参者，请转台。青壮代，就是为了青壮代，就是教大家吃饭啊、喝酒、聊天，所以非常建议大家留到后面。好 ，OK， 一楼的厕所呢是性别友善厕所，本来它有分，本来它是写男厕，不过我们把它贴掉了，那就请大家这个彼此尊重，上厕所的时候互相体谅一下。那有几个点呢？就是呢 ，Ronnie 说呢，这个地下延长线它其实有。一个头它是会出很多条，然后大家可以把它拉一拉，这样大家都会插得到电。再来就是呢，请大家尽量往前坐，不要都归在后面这样。然后呢，桌子的部分，因为桌子是卡跟电线卡在一起，所以请大家不要动桌子。不过椅子可以自由活动，就是后面那区看起来像在听讲座的那个椅子可以自己动一动。那如果真的不够的话，那边还有备用的椅子也可以自己拉。OK， 所以椅子就是请自由使用。好。第零个任务呢，就是我们要消弭语言障碍。不过今天看起来，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不讲台湾华语。那有一个 app 叫做 UD Talk， 大家如果想要用的话，可以去用。就是 If you need translation, there's an app that's made by one of our Japanese friends, and then you can use this app to translate life. OK， 第一个任务呢是消弭数位落差，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再次提醒他。那这个呢？我记得我们场地各处会有贴这个，没有。对，大家自己想办法，不是，大家会已经连上线的朋友，不要害羞。好，GDV 社群的我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很喜欢共鸣，爱共鸣。想到什么事情就说，那我们来开个共鸣来讨论吧。那我们来开个共鸣吧。那本期的共鸣就这次大众的共鸣，可以上 hack.gdv.tw 找到本期共鸣。那本期共鸣就会有。提案列表啊，那个专案位置啊，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再从提案列表可以找到所有专案的这个所有专案的共鸣。那进入了，就说刚刚点那个连接之后，就进入一个叫做 Hack Folder 的东西。那你可以点这边看提案，要提案看提案之后，就会出现这个 Core Spreadsheet。然后呢，这边就会有所有提案的连接，这样子 ，OK 吗？那现在提案登记已经截止了，所以不要在下面继续加了，再加就要剁手，就是有两个空格吗？有两个空格啊，有空格的地方可以加，没有空格请不要私自插入一个新的列，row。好，我们
我们的 GMB 的理念是什么呢 ？GMB 黑客松的理念是开源、行动主义跟公民精神。开源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强烈鼓励、强烈建议大家说，我在这边产出的东西，还有自己回去继续跳坑的东西呢，全部都是开源，不管是程式码、文字还是图像还是影片。行动主义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件事情没有人做，那你就赶快自己跳下来做吧。这是 GMB 一开始开启的一个精神。那最后公民精神就是说，我们不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我们也关心台湾社会问题，还有世界上各个角落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所以呢，大家看到别人有问题的话，也非常非常鼓励用自己的能力和时间去帮忙。好，今天因为场地是长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提案这边也会有一个各专案位置，因为大家可能会就可能到底在哪里。那如果到时候等一下开始提案的坑主提完案之后，请你把你的专案的名称登记在这个表里面。然后等一下呢，每个提案的坑主会有一个红色的背章，然后桌上会有桌牌，那就请坑主自己把自己坑的名字写上去，这样子。哎呦，我是不是讲太慢了啊？那个看点 GMB 点 TW 也有过往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黑客松的记录。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要交朋友啦。这个投影片是传承给我，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没关系，好，那怎么交到朋友呢？其实就是你不要害羞，就是去找他。你看到你觉得有兴趣的人去找他，嗨，你最近在做什么啊？可以先自我介绍。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我没有贴纸，所以请大家到可以到报道处去领说自己技能贴纸，把它贴在上面，这样大家就知道说，你是一个 designer， 还是你是会 JavaScript， 还是你会嘴炮，对。好，那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施展有礼貌的乱入之术啊，意思就是说你要乱入非常欢迎的，请你先有礼貌，不要一跳进来就说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好，是一个奇怪的不好的示范，对不对？好，欢迎问，有些例句大家可以这个赶快做笔记抄一下。然后请问谁谁什么什么什么提案在哪里呢？加个请问呢，就是大家都会很想回答你的问题。那请问刚刚自我介绍说自己很爱嘴炮的那个人在哪里呢？或者说我对环保议题有兴趣。那个议题有类似的坑吗？或者是我想要做资讯视觉化，有没有人需要这样的人才？好，再来呢，就是呢，你要瞄准有红色背章的坑主，或是有很多人看到黄色背心那些很佛心来着的人，他们就是运气青壮代，他们应该会乐意的回答你的问题吧。还有一个东西叫 GMB 大使，那有人会在那个牌子上面贴这个黑熊。有点凶巴巴。好，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 COC， 就是 Code of Conduct， 就是行动守则。那这边呢，有很多会议是会请大家全部念一次，那请大家自己在心中默念一下。简单来说，就是不可以有任何行为的骚扰，任何形式的骚扰行为，然后也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那保持谦虚、欢乐、热情的态度，然后呢，用正面的意见代替负面的批评。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尽量对事不对人，那不要指责别人。然后再来就是呢，你友善回应了新手的提问，不要随便就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或是就是自己上网会 Google 吗？这样。好，大家这是 A， 对。好，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的话呢，就请你先从帮忙打共鸣开始。因为就我来说，我一开始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是开始打共鸣，因为听大家讲话，你说大家讲很有道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除了在那边消化以外，最好的方法就是打下来，就很像是高中写笔记就会记得比较好一样。所以打下来的话，一方面帮助你了解，一方面也帮助你开始提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参与的方法。就是不要紧张啊，看这个是什么啊？坐在围墙上都不紧张，旁边有骏马啊，就是很 chill 啊。OK， 这个是居里面现在最常使用的共笔的一个软体，叫做 HackMD， 那它就是 g0v.hackmd.io。那这上面就有非常非常多 GMB 社群过去的成果累积。那这个东西呢，通常它的文件都是需要登录的。那通常在这边大家都有 GitHub 的账号，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可以用 Facebook 或 Google 登录，这种就开始写作喽。那这个东西有每个文件都有三个 mode。那如果你要编辑要看的话，你要按中间那个按钮。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不熟的话，就请去问旁边熟的人。我看到现在有很多非常有很多人没关系，好，这个是太，我们就太难了。好，键盘参与之术，这个呢，就是你也可以来加入GMB 的 Facebook 群组，有后勤中心，但这个闲聊阿拉奇我从来没去过。好，那
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加入群里面的 Slack 现在大概有4000多个账号在上面，然后基本上很多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所以你可以去 join 点群里面点加入，自己邀请自己，就打入自己的 email， 就会系统就会寄一封邀请信给你，你就会寄一封邀请信给你，然后就可以直接按照指令加入群里面的 Slack， 这个就是 Slack。好，最重要的系统是吃。那因为一般来说 ，GMP 的大众通常都在中研院的会议室，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说不要吃东西。那这一次呢，阿布的要求也是，请大家不要尽量不要在这吃东西啦，因为这个打翻啊，或是这个很麻烦，所以请大家尽量吃的话，在那边或是外面什么都可以。好，只要认真吃东西，聊天就会产生专案，很棒。好，现在感觉大家越来越模糊了，然后开始往神，开始往神，吃之后外面请。好，最后呢 ，GMP 的一个中心的这个精神就是你就是没有人。常常大家都会说，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都没有人做这个。那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就是 GMP 社群的中心精神。好，耶，讲完了，大概吧。宣言，我们来自释放，我们支持言论自由、资讯开放、自主参与、成果开放。我们欢乐，但是也想要改变现状。我们去中心化，实践流动民主。那你如果看到特定专案加速进行的话，就可以赞助哦。欸，这就是 GMP 的样子哦。GMP 就是由开源模式、行动主义和公民人三个组在一起的一个奇怪的东西。那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来参与。那 GMP 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人、和坑、和松。人呢就是各位啦，坑呢就是专案，就是在 GMP 社群都会用坑来称呼各个专案，小的专案、大的专案。已经成型专案还没有成型专案就叫做坑。那松呢，就是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大松每两个月一次，有小松的话就是各个专案自己会去揪，比如说 Confax 有小松。那坑的部分呢，就是有坑是一个名词，那对一个名词就会有个动词，就会有很多个动词。那有个动词叫挖坑，挖坑就是想出新的事情要做。推坑呢就是把别人推进去叫他做，填坑就是自己做。OK， 这是一些这个。黑话，好，开源社群有两个，大家常讲的事情，一个就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成果，尽量尽早释出，让大家可以一起协作，这样东西往往都会变得更好。另外一个是 patches welcome， 就如果你有想法的话，最好就是自己动手来修正，不要嘴炮。分身乏术，好好笑。好啦 ，Happy hacking。最后工商时间，这个大宗呢也是需要钱的，因为大家这个场地啊、厂商的专业，还有他们的时间，还有这个食物都是需要钱的，所以可以大家去 hack 点 GMP.W 认养大宗，谢谢天，谢谢地，这张真的很闹。好，大宗的主揪，大宗的主办是一个叫做揪松团的这个工作小组，那个也要很谢谢 OCM 开放文化基金会帮忙处理很多金流和行政上的东西，然后谢谢，很多大众的认养人，谢谢大家，这是什么、啊？你没有的，好了好了，好，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交流到这边，一切不用。